我们的口号是快速提高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高手一招，快速提高。韩国货币大体分为六种硬币和四种纸币。一元的正面是无穷花，背面是面子。五元的正面是龟船，背面是面子。十元的正面是多宝塔，背面是面子。五十元的正面是稻穗，背面是面子。一百元的正面是李舜臣将军，背面是面子。五百元的正面是鹤，背面是面子。纸币一千元的正面是银木李晃，背面是西上净居图。五千元的正面是银木李耳，背面是草丛图秀品。一万元的正面是银木四中大王，背面是浑天仪。五万元的正面是深思印堂，背面是月眉图和风烛图。另外听说十万元要出来，正面是人物金九，但没有见过真的钞票。图中的一千元硬币正面是凤凰，背面是果旗，但是花不出去，本人收藏了。一万韩币等于7.9美元。